2024年一月初二，今仔日是礼拜二哈。啊，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东北季风啦哈。啊，或者是讲有这个冷气团的影响，透早时啊天气比较较凉凉。啊，你时啊开始呢，这个气温得个回升啦哈。啊，各地呢温差介大，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古历行到10月21日，啊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较南温度14度到25度哈，这是咱天气状况，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来，感谢啊，今晚呢，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，那开始来个看新闻哈。来，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嘛是针对着这个总统的选举哈来做报道了哈。2024年大选剩最后10天啊，特别来见输赢啊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会当讲全力啊来咧冲刺，甲总统蔡英文副手萧美琴形成了吼互选的三粒引领呢。像讲伫微博啊、绿箭这方面又吼胜选三部曲。来分享了决战的合格，抗战这方面也布下了四道的防线，安尼安安过除了纳加贝的攻击，甲中国共匪的计算，啊，并且以正七败，上准着中间甲少年家囡仔的选票，全靠对啊选到的人行到的路。唔盲讲会当吹出着这个支持者吼诶投票率啦。胡算人士分析咧讲讲观察着因即马内参诶民调啦，哪家被定赢，安尼放固在家己违法诶争议啦。啊，结果来对着偌清德诶老厝、万里诶老厝，安尼对安尼拍安尼抹乌，煞同我形成了反效果。偌清德的支持度会当讲逆势吼啊上升啦，领先嘛已经吼超过了误差的范围啊啦。啊，侯友宜甲郭文德也呈现了迄个加加做一堆呢，那唔是伊赢，就是啊伊赢，安尼就对啦啦。甚至个兼有可能出现了气爆的效应，人家被支持者吼。拢吼啊！立场正坚定的，互相安尼攻击来攻击去，双方恐惊啊，要气爆嘛，歹操作啦。第六节的这个部分，赖清德的稳扎稳打，正准备转台湾第七任的催票。赖清德定名伫旧年底透过啊，透过第一步曲啦吼，就是宽道拼图来暖身。第二部曲就是明仔在初三去开始要展开吼，台湾美德徛出来，赖清德、萧美琴啊，将要带领着全体党工职，伫全国22个县市超过1000位的路口，来徛伫路口来号召线中来串联，啊，并且启动超过200,000人的造势晚会。第三部曲呢，是1月初8日起，赖清德、萧美琴要对屏东甲台北来出发，就是吼、哦、用车来扫全台湾就对了啦，分进合击贯穿全台湾。啊，东来林书有咧评估，最后的关键就是国会的版图，重兵部署伫全台湾12个战区，中台湾甲陕北，这是热战区啦。啊，那落水溪以南啊，规片拢是绿的，除了因为换将啊，啊是换绿的分裂的部分啊，选区陷入了苦战。大地上即马拢回归吼稳定啊啦，唔能冲出最高票。当来诶一个大头啊，兵分道路，由基层发起诶抢救王义川大兵呢，包括不分区诶兵车、兵车建将诶互选啦吼，唔能会当将热情啊，将这个选情差来上热诶所在，发挥了强盘效应，力拼。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目标啦，在空前顶面赖清德的阵营，两面作战的强势主导议题来攻击着侯友宜以这个红色通牌的议题，包括侯友宜的房地产啊、乌金的争议，嘛来攻击着这个郭文铁，并且来防范中国共匪无孔不入的计算的手段，东部竞选总部。
党团啊，甲部会起了四道的防线，道观之下快速应应武警甲错误的消息。当然，林书记出来讲讲赖清德啦，主打政策牌甲吼拿被负面的酸碱吼画出了吼无共款的区别。啊，除了诉求租金补贴啦吼啊，婚姻平权，包括吼啊，定罪感国策定出门政府有关的经济，有关的政策啦吼，更加吼进一步捧出国家的希望工程，包括边境台湾建设计划，来打动重视进步价值、民主政权的中间价少年家囡仔选民。啊，另外为着要确保选举的公平性，民进党嘛规划选前各地的律师后援会啦，地方党部将会吼合作呢，来成立两鬼大队，啊来调组干票的部队啦，信赖后援会、党公职、竞选总部，包括青年干票等四大系统，拢会来纳入应对吼啊，即、這个贿选啦、啊、赌盘啦、境外势力介入等等的情形。哦，这是未来吼，选战吼，都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甲邓平去一天啦。大概选战的路线是安尼啦，啊，这个好看的是应该是伫即张门啊仔一月初三，全国有超过吼八百十七个重要的路口，因即马个计吼，上出差不多两百几个，超过一千个路口就对啊啦吼。啊，所有的党公职吼，拢会伫遐徛。啊，串联几台湾，啊，然后吼嘛号召着咱一般诶支持者吼，你只要手有标语支持赖清德、萧美琴诶标语就对啊啦吼，登记第二号，啊是政党票吼，登记第六号就对啊啦吼，啊是各地方诶伫位诶选举民进党诶即个标语吼，咱拢会当写出来，啊然后咱家己吼啊翕相吼，不管你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十个、二十个，啊一组徛伫路边安尼翕相啊，团起伫。这个啊网络吼啊，和网络做成了吼，这个力量大团结吼的这个精神啊咧。后壁出来这个时间就是因咧国豪选人冲刺嘛，啊咧扛灭了这敌战，咧愈近愈好啊咧。对啦。啊，这个也表意翕相，咱回起来国民党的广播头前你啊咧看啦。啊，国国民党广播啥去了？这个新闻咧，太少。我是安那，我路边翕相打卡就是安怎？对不对哈？好啦，啊这国民党嘛是同款啦吼，因为那是同款咧拼路口就对啦。我拄只咧甲看吼，哦，这国民党吼。所以我那是赶快说，这咱民主党起码他都要有人说博，这类吼都要属于较在手感球，对吼，让他变中央吼，连连的时候，手感球全国啊，也签吼啊，全国啊，十几年啊，那个对，手感球啊，大家路口啊，多伊了，对啦，吼，伊咧行过所在，大家拢时间地点拢差不多。就看不到什么时阵啦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吼，大家拢规个拢手牵手去牵掉了无？你也去？会啊，我以前就做有啊啦。牵手好台湾呐，迄个时阵阿娘都用抱的。放不过啦，你阿娘这么小姐啊？你。系啊，阿娘这么可能出社会咧吃头路啊？啊，对啊。他在一阵牵手好台湾，阿娘是阮无抱掉的。啊，对啊。抱的啊去参加，啊，你后来就是各一边就是各样爱好。哦。爱河有那弹手，迄阵咧拼单脚的迄个叫做，迄个酸碱了，对啦，哈。好啦，啊，这个都酸碱就是安尼，但是今麦来开始就无民调啊啦。今仔日虽然是初二吼，照理讲应该是初三才开始，未使广播民调，但是应该是今仔就未使。好啊，因为十三号迄天是投票，你本来就啥物都未使啊。投票你啥物都未使。所以若要认真算，应该是今仔就开始。啊，佮再来民调公司，你就算讲。这两天要做嘛未赴啊，无啊嘛有可能其他民调公司会肯定今仔日来宣布嘛，不一定啊。对，啊，应该今仔日无啊，因为咱差不多我昨下看，差民调公司拢做最后一波啊。哦，再弄民调哦，足奇怪啦。哦，迄个上赢上输拢有啦。啊，都反正都涨啦，报过啊，今仔日就无要去报啊，吼。没啊，那紧啊，是来讲上准的，迄间就是一月十三公布的啦。啊，你讲安尼啊，迄是用上准的，无唔对啊。问题是最近这段期间的
那个民调的公布就对了，是上有钱赚的啊，因为大家都三十要知影到底当初上赢啊。啊，其实各政党家己一定拢所有家己的民调在做就对了。嗯，咱卖讲民进党做，国民党买做，啊，国民党买做，拢做第一名啊，啊，国民党拢做第一名，做老啊咧，对啊。国民党来攻击第一名，靠你咩上先？我不要顺过来啊，你那不要顺过来要第一名。还是这拢不一定哦，哎，拜托你，迄票无开出来，拢不一定哦，哈。嗯，这个在最后这个冲击的时阵哦，那个阴影都，你那个交代我详细。嗯，好，阿边阿头，哦，啊，当然日本的部分就对啦，吼，喺度咱每一个选举里边，啊，总统加政党票。哦，咱民进党诶，几号二号，总统是二号，还是咱民进党迄个国会迄个入边诶，即个党诶票吼，政党票，政党票，六号啦，六号安尼对。哎，我诶，半个多济哦，半个，迄唔知要几组咧，还无写人名啊，哎，政党票就算不过民主进步党，你著写民主第六号，六号，还唔知二十啊，几十组不管就对啦，你著。民进党就是那个抽的啦，应该是拢会样等啦，应该啊，这无足困难啦。这有的朋友可能会较紧张淡薄啦，吼，阿希望讲会当讲安尼了，对啊，就是就算手头足的少年囡仔了，对啦，吼，这个物件听一遍你就知意思。对啦，啊，咱嘛是捌做过手头足啊，去读个足巧的啦。咱嘛是捌做过手头足啊，但是我问问个，咱就去等第一道，迄种算手头足啊。我做手头足啊，那叫买票买去的。啊，你买票，对啊，去做时间。买票的时候，我挂在多阿伯啊，啊，迄阵买票是安那呢？伊唔是来恁家买呢？是你家己去恁隔壁干妈店，伊提款簿啊，互你，啊，你写一个。签签咩啊？哎，签签咩？伊就钱就互你啊。啊，你大叫一万单位的，啊，做你一万单位都国民党啊，啊，国民党。所以全部人买票啊，买票拢足方便的啊。存那阮钱啊。收归收啦，等归等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怎么我就拢收这个啥？收国民党的钱啊，等民进党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做你，你看呢？你工资，尤其是工资变无，我做着朋友讲，唔啊收国民党的钱啊，等民进党的啊。啊，这是对咱这人来讲是安尼啊，啊，但是对有一挂人来讲，讲啊，摕咱的钱嘛，啊，无等我人歹势啦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无一口罩，譬如讲五票六票，那嘛分两票啊，可以安尼啦，好不？啊，较早。你真卡咧买票的时阵，全部拢伫咧庙口嘛。较早诶咧买票，买了要投票，去讲了票，投票票数足侪伫庙口嘛。啊，因咧因迄边的人在遐看，啊，你有来提钱就讲诶，新民咧看咯，新民咧看。所以讲你心理健康。你提钱去啊？你是未使无投了？啊，新民咧看。无可能无，就讲我知啦，新民有咧看啦，有咧交代讲吼买票人通登号伊啦，啊，钱交收我紧啦。你遐人怕。啊，好啦吼，啊，你嘛即个买票有无？啊，搁有啦。啊，但是已经无像较早是乱枪打鸟、规皮压着呢。哦，即嘛是咧买票挣股票就对了哈、哦。好啦，啊，这个大家注意吼，啊，这个就这个多盘啊，什么种种就对了。我、包括讲也是为了中国啊，这种外来的迄个概念，啥减基拢有奖金的哈。嗯。哦，减基拢有奖金的啊，买票俩买票的两预算，迄嘛是拢奖金。嗯。哦，拢奖金的就对了哈。哦啊，即卖阿伯最后即个时间就是安那意志啊，就是意志，卖去有任何什么有诶无诶，孤陋寡闻诶消息去影响着安尼就对，吼啊！即阿伯来恐惊即个，就这个消息出来以后，你谈解说时间都未赴，哦，咁啊就是惊这尔，嗯，你谈解说要澄清你都未赴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啊！好啦，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。吼，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，吼、哦。来，你讲这个介绍信吼，咱台湾这段期间开发了吼，啊，一套专门咧掠介绍信的功能。啊，所以讲经过日本的新闻报道了后，啊，世界各国，尤其美国、欧美国家，拢三成咧注意，讲哦，台湾这套做了真好哦。这篇咱来个听下看嘛，吼、哦。日经亚洲新闻初一日有咧报道啦，
不过讲台湾啊，亲身去目的中国的白贼作战的力量了后呢，已经建立了家己啊一套机制，由公民团体带头来反击网络顶面的白贼消息。啊，这包括开发吼、哦、人工的智慧 AI 驱动的聊天机器人，一个通信软体来用上紧的速度来回应民众的查问啦。最近更加啊，大出力来维护着总统甲国会大选的公平性、公正性。这套的方法呢，即卖已经伫美国、欧洲国家、伫日本已经吼、哦，拢正关心台湾这种的做法到底吼、哦，伊的成果到底。根据报道咧讲，成立伫2016年，科技消息杂症平台真诶也是假的，有2000多名。这个事实查迄个志刚建立了吼资料库，当用户啊通报科技诶消息的时阵，志刚会用查迄个再吼将这个结果纳入吼资料库。目前累计已经有70000多笔的表白。啊，因嘛开发了聊天的机器人就对了啦，伫几秒钟内会当吼回应吼询问，譬如讲吼啊，前网络有咧流传讲什么美国支持咱台湾政府，讲得爱吼开发研究吼这个生物武器这种诶谣言，这个聊天机器人随时会当透过着赖来甲你回复，啊，事实查迄个人员判断这件诶大文包括虚假。消息，为着要展示作业的透明度就对了啦，这个组织并且在伊的平台公开了过去事实查核到的结果，甲无经过吼正严严正的消息的报告，共同创办人李碧林伊咧讲呢，伊讲因无亲像政府啊是新闻媒体安尼有一个中心化的组织，而且是吼超紧的团体，无需要任何的资格会当来参与事实的查核的定数。对九月以来，聊天室机器人伫3个月来已经收到吼至少10万件科技的这个文章的通报，随着1月13日的大选都要到啊吼，通报的数量吼愈来愈侪啦。啊，去年12月以来呢，啊，甲选举相关无熟悉的消息不断。伫咧增加，包括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被人指控拥有双重国籍，包括温馨的墨水吼被用伫选票顶面要来做票，这拢已经被标示吼啊无属实的消息啦啦吼。所以想甲咱安尼做一个报告吼，咱嘛知影出早以前都听了讲吼，你要查消息是不是真，是不是假无吼？讲对个哪里面都会难查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啊是不是我今无嘛两样呢？无，迄个只要迄个 A P P 你两个在当手机啊，阿姨就跳出来来同。甲你讲这是真实。对，伊就随甲你讲，哦，你即摆收到这吼，啊，这是假，这是假消息，我都蛮留意咧，对啊。啊，但是我咧甲看有诶假消息，实在是足好笑，讲迄个啊，就搁出来甲澄清，迄个已经假甲随听嘛，随知，那是假啦，迄个对啊，吼。好啦，来，零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来。一克话部分的产品，关税优惠暂开始终止啊。嗯，部分啦吼，但是无话这部分就是减了。高行的话，上大上大就对啦哈。什么计划叫做？已经终止啊，对啦哈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之前那个政治佬啊，你讲讲未使单方面终止一克话，你别听你的放臭屁。老啊，国民党的，国民党的啦，来新党的啦。他都话迄个证明，迄个人客吼，林先生，确实啦，好，确实啦吼，你把病来讲，强调目睭会点嘛，好，目睭一定会点，啊，你无去，好，我本人是差不多安尼，我打迄只甲你开一摆啦，好是，我无甲甲你讲迄个茶馆吼，茶馆食了，你记得高雄买一本册嘛吼？一本册我看。你看讲茶馆食会好，这边过来，我老机会再寄一本去给你。哎呦，安尼哈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下给你寄完。啊，我
我目睭，我目睭，我咧啊，甚至迄个迄落眼科医生哦，眼科医生国家就是我咧惊，我怎食许多，哦，有有有，啊，真就好好哩，好啊，好，见到目睭有卡。视力较好吧，视力较好，视力老花都等来，要要要。啊啊，迄落有当时啊，目睭吼，目睭会生目渣，是啊，开只眼拢目屎膏啦。好好好，是。哦，啊，怎好去就是啦。这也好去就对。哟，怎好去就是。哦，好好。啊，你何用时多几多？哟，我家庭啦，我只家庭啦。家庭兄弟啊，家庭兄弟。哟，我家庭可以是嘛？我你可以，对对，顶边麦讲讲过对。对啦对啦。哟，啊，你今麦过来嘞？因为迄个讲狗啊，迄目睭先讲啊，迄是较切啦。哟，迄是切得着。因为我本人也是安。好好好。哟，其实人哦，甲动物伊个器官。啊，我食啊器官啊嘛。器官啊，你就是。好。啊，咱是咱贵，咱贵姓嘞？我姓啦。好，唔姓啊。先生，好，先生，先生。啊，你一厝拢何用贵点哈？我一厝三粒嘞。一厝三粒啊，一早暗嘞。食早暗尔。哎。我食两遍就对啦。哟，拢食。安尼，我来甲你控制到到舒适就对。哦，感谢感谢。哎，袂歹，啊早时啊咧困这个，哎，拢袂疲劳感啊，一困就起。哦，对对对。啊咧驾车，啊咧驾车，我动个足紧的啦。感谢感谢。为咧驾车，拢我咧坐啊咧坐，就是伊咧筋骨拢硬起吧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啊，阿伯啊，你我蛮骑上紧的。哦，我只脚出去嘞，我那脚都，啊那个脚也多嘞，哦，就来惯习啊，哈，惯习啊，脚多啊，跑多哦，我还脚只老是二十公里速度嘞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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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真感谢雄狮团训练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。咱信任公司可以独家提供啦，啊，即款是广告时间哈，要来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，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哈，河南的这个感觉是讲。好的东西你宣传下去，只要你用心去吃，对你身体上有很大的帮忙就对了。所以像四路经理的这种，比如到人俱乐部啊，像这种这些经营的时候，咱是很注意的，很认真的，对了。因为这个东西要吃到一个肚子来，咱相当注意就对了。要让咱的病好，让咱的保持着你身体上的健康，到底不能为伤害到，这个是最大的，最重点是这样的，对了。唔当病未成以后，我副作用伫身上产生，煞更加不种个白点，哪里都唔对啦。所以，信任公司一贯就是讲真注重这个安全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咱信任公司哦啊，产品哦，到江西哦，每一年哦，都拢有做一个化验了的，塑化剂啊，包括着咱这个石油成分啊，包括着农药残留啊，哦，包括着咧重金属。四大类啊，几啊百项哦。四大项加起来吼，四大类加起来爱检验几啊百项的哦。所以用四大，这检验无定个是靠大啊。你该想看嘛？那要有人吃些啥物？吃身体上安全，这个健康未成好中间有问题物件，我你吃了，你个咸愈来愈吃那个，迄都是安尼。所以这么一到完这所在吼，包括假设的物件，种种的物件拢非常小心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拢欢乐死，好呢。啊，所以咱信任公司的产品就是讲，回家你最安心，没问题，叫你上啊，骑脚踏车一到，说都是足紧的。那你产品的好过的是啥？所以用许多那有牛不了解，你拍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。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这个电话是咱从这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。那咱今麦一处咧，各位信诚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三款以外，咱有提供一挂精品，要赠送给咱啊，这个买十款的朋友哦。咱买十款的朋友呢，你当个金十四寸沸腾的电风一台，即咱台湾最值旅行的。你买个金梦特胶，热天也无摊啊一领，五尺宽六尺宽，即拢会用起。金水树品牌品质坚果一支，你买个金冰糖燕窝两盒嘛拢会当的。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两升的惠安锁金立明、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两骨锁三十粒。这种会用一，咱一道编一项为完成。啊，另外一处呢，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啊，咱都加上一款以外，同款，我那有提供一挂产品，你来请上，我来买五款的朋友。咱买五款的朋友呢，你会当吼啊，
来个金十米都保唔背一支金白沙湾起过一条吼，你要金冰糖叶喏其他，金单香的糖色其他，还是要个金罗汉起的洗头毛巾一罐，金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啦吼，咱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，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接着，咱们邀请听众朋友的时候来欣赏这首的歌曲的张秀清《翁里游乞儿》。我要爱爱爱千万年，也过所有天星，也过有月亮的暝。我的爱交予你手内，一生累累累积三枝，一年的雨洗袂清。
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-0500-6688，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。来，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节目现场，今仔日拜年呢啊，在时啊来到咱节目现场，这是咱台湾国民地可咱点叫建良。来，继续来，先甲咱这个做总统讲，所听众朋友问好一下啦。啊，等我搞早，咱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搞早，我是建良。是建良搞早哈，来建良来，咱就先对国际新闻开始来看起哈。来，啊，这个这礼拜上大条，其实就是第一条就是昨昏吼，日本吼发生这个七级的地震吼。啊，这七级的地震吼，了吼，五级以上的这个余震吼，一直拢无断过超过10届啊，已经到昨到这个到今仔日就对啦，透早吼已经超过10届以上的这个余震啦，拢五级以上的对。那伊发生伫这个石川县，石川县的倒位吼，伫日本吼，咱啊日本咱要去，咱拢伫这个日本的这个内底。外口边是大家咧，东京啦、台北啦，伊伫变过迄边后壁面是大家叫石川县哦、喔。啊，石川县大家可能唔知石川县都，但又比较重要诶。我韩国迄边吧，哎、对，伊叫做金泽，我觉得较重要诶观光都市叫做金泽啦，叫做金泽的，那台湾人会去诶，会去诶所在就金泽啦。啊，佫有一个说叫仁登半岛啦，啊，所以迄大家吼，其实嘛是一个观光所在了，对，嘛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所在哦。所以这个地震，我那有一挂台湾的人吼，多好底下附近吼，底下附近哦。但是啊，伊个规模是7.6级，对吧？7.6级。啊，昨下暗是在1点外的时候，佮发生一个乌龙事件。NHK 这个因的这个气象局吼，讲余震7级啊，报唔掉了，对啦吼。其实佮4级的啊，报唔掉，大家惊一下吼。加一个这个菜点啊，菜鸟去迄落吼，啊但是又虽然发布这个海啸的这个警报吼，有吼有些寡了，对啊，就是无因为即届无因为海啸了对啦，这个伤亡了对，啊，大家有哪会惊的，就是因为石川呀有一粒这个核能发电厂，哦，要有哪一粒了对啦，但即届无代志了，对，即届是看起来就无代志吼，但是又已经有到目前为止吼，已经有超过这个50栋以上的这个以上的这个厝吼。含落去，放落去啦，吼！啊，有目前统计有超有6个人用台币来对哦，啊，搁咧抢救，搁咧抢救当中吼，所以这个代志又还搁咧发展中啦，吼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有这个新干线嘛，拢无开啊，吼，拢停啦，吼，全线拢停止吼，迄、那个上越新干线吼，就是封这个所在新干线吼，拢停止了，就石川了，就石川。啊，这是因这个7.6级的地震吼，我拄啊前几工啊咧看机票，是想讲这个要来这个石川，有我迄搭见有一个小松，小松的机场飞吼，我想有遐去啊去金泽啊，甲靠近这个。那个高山那边啦，那遐有一个合掌，走啊，他为名古屋才过来。是，我昨下咧看机票，我今日随地摊了对，啊，我看后摆，我唔通去看机票，唔通看你不了解机票。而且，这个所在吼，那大概目前的位置是安尼啦，啊，当然新干线啦，为东部的新干线拢停止啊吼，有经过，因为爱经过遐拢无开吼，拢无开就暂时来停止吼，啊，应该是有一挂所在有哪变形去哦，天气落来变形去哦，啊，来这吼熊熊大地震了对啦，当然啊，伊遐上大声就是我头下讲的金泽啦，啊，目前位置就对啦，这估计到底有偌侪损害啊，佫唔知，因为遐有真侪国。用的这个高铁真多了对啦，然后仁登半岛还嘛足多了对，啊拢是这个专国家级的含这个世界遗产了对啦，应该陆续拢会个传出这个派去的这个新闻，啊这是上大条的吼，这条算长吼，长腰一个吼，大家惊着吼，来台湾敢报无介多吼，台湾你讲起来。
未来一两礼拜咧，还是外久？听来讲，讲有可能够七级的余震啊！是是是是，已经有啊，已经透早已经有发生一届啊，一届七级嘛吼，一届七级的余震啊。我记得你当时，咱台南、咱台湾九里大地震诶了后，一两礼拜嘛，拢阿个六级啊，级别呢？嘿，六级嘿，拢阿个真大吼，拢连续几日当吼，拢阿个迄落吼真大，所以这个那有。有附近哦，但系目前看起来是死亡的死伤的人数无只悬哦，无只悬哦，可能是第一次，因为迄个所在较唔是大都市，虽然唔大都市，真少吼，但是因为这你咱知影哦，顶届这个大日本的大地震了了，因有真侪措施吼，真侪法令啦，真侪建筑物的保强等等的吼，互伊即届这个。项目会当讲较无遐重，啊个地理有经验嘛吼，所以大家知影有海啸这个物件吼，就水一地当大家就先想到只挖海吼，爱紧走吼，爱紧走啊，所以这届嘛无因为海啸，有海啸无唔对有吸到吼，但是无造成重大的项目啊，啊这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地震吼，啊看起来是无。无大家看伤的遐严重啊，虽然七级外吼，啊，但因为可能是海里面关系吼，所以较无遐大吼。啊，这个，这另外就地地当这个物件，这建筑唔知要去噶吼，深深去噶舒克过。这地当这大家是安怎样啊？一惊吼，我咧个想吼，我咧个想讲，咱即马咧大个厝吼，拢装阿摩托厝嘛。啊！恁知影迄个阿摩陀从阿根房含落来，掉落高掉落掉落啦。系掉，那无事都错晒就掉啦。啊！我特别咧想讲，今日大家拢是安尼咧惊啦。如果吼，咱即卖咧大个厝，那是讲以前的地公啊吼，搭起来超了啊吼，哇！困你去要七级啊、八级啊、九级。但是你来顶头嘛是遐。无啊，遐遐嘛是。我即卖意思是讲超了啊，连顶头嘛拢用红马扫甲做处也砍起来啊。啊，当然那是无当家红家好啦。对啊。啊，但是如果咱即卖倒喺种厝个时，你敢袂惊啊？对啦，赶快会倒啊！倒厝嘛是会倒啊，袂死人啊，你袂要倒死人啊！赶快会啦，赶快会。袂讲想讲我阿摩陀佛啊，你稳当好，我必报的啊，你。因为实际上就是即卖。其实哪里你咧讲这超了啊这吼，你也看下动物啦。艺术人无咧带迄个阿摩托车，但是对当伊嘛惊啊，样样飞咧鸟啊啦、狗啊啦、鸡啊啦，乌白撞啊，一定诶啊，直接乌白撞诶。因为你看伊迄个就是天崩地裂嘛，头壳闭起啊，头壳会闭开了对啦，闭开了像即卖现象就是，你看即届嘛是同款嘛，头壳会闭开啊，闭开了你可能落落，你也落落去了，男的闭起倒，你看像九二嘛是啊，伊是毋是断层了裂开啊？裂开了迄个是空啊。哎，啊！你唔知你阿里倒位啊？这个别说，那讲，举起来，啊，无拖脚举起来安尼啊。古早人，你讲山崩地裂。对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咱台湾要无得救你，伊在大地震的时阵，咱嘛是甲当作山崩地裂吼，这是咪得断去吼，发明出来形容词啊。无啦，伊用其实救你进前为啦。有那历史上有那真侪解啦，吼！但是咱那东西无清楚，去无的咱那东西，比较大啦。诶，以为讲，啊，这山崩地裂，这脑是以前的关系发明出来，你来形容书写故事册，发明出来形容书啊。其实你那日本为日本时代大地震了，真正你去看就山崩地裂。其实就是你只要看台湾的历史了，日本时代，但是拢有啊嘛，你要记录是不记录影片嘛？你讲北河大地震，你嘛拢有嘛，拢思想面。人数真悬的嘛，就是讲其实拢有啦，所以台湾人并无对，尤其东亚的这咱这民族，并无对地震有遮尼这个气氛的，对啦，拢真了解地震的代。即卖问题是，九二发生的时阵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建筑法规了，对啦，无对着，无像日本吼，遮尼那严格了，对啦，就比如讲。耐震级数等等的，就拢无够悬呐。爱就是因为九二大地震吼，所以你甲看，只要你即卖换厝了，是九二大地震以后起的就对啦。大概那九二大地震这种七级的这种的吼，差不多拢没有问题啦，大部分拢没有问题啦。吼，你差不多百分之99.9应该拢没有。你若照起样起的拢没有问题，甚至是大楼了，你看咧101了对，七级害了都未，害了一堆都未倒了对啦，因为伊软的。
啊，所以其实是地法规定条新大改善啦，嘿。啊，所以这个天灾地变哦，这個、你也无多人防。对，啊，当然咱台湾有研究过一套吼相关的这个啥进步诶消息通知吼，比如讲你大地当进行三十秒进行，哦，咱起码有通报系统，嘿，手机来改。但是，反正讲实在，你那秘伫大楼，你那多好伫大楼咧，对手机咧去。大楼就是。大楼其实是安尼会害啦，啊，就是放心啦。你走，你走，老板人都会放心啦。迄大楼的叫你也要去的，我没有问题啦。哎，这个害人大安尼的啦。好，非常的感谢啦吼。啊，咱今日去拜你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是咱台南市公民地科技园长吴建良教授吼。啊，咱时间的关系，咱先来甲进行个广告，感谢您。啊，另外一条吼，另外一条是这个红海吼，就是这个咱。即韩国理工迄个有筛子啊，吼、筛子就是迄个苏黎世运河出来，大家有解说叫也门的对啦，也门的即个所在的对啦，有个开始啊，吼，也门的即个叛军的对啦，叛军的对啦，开始伫红海的对攻击游轮和货船啦，啊，所以你也惊苏黎世运河出来，这是海贼兵啊。诶，因就跟他像海贼咁款对啦，嘿，啊，佮开始啊就对啦，先要攻击了，对，伊就感觉讲这西方的人就对啦，吼，所有要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就对啦，因为为遮会当去以色列吼，经过遐会当入去以色列吼，经过即个苏黎世运河就对，会当入去以色列，哎，就装个炸落来就对啦，装炸落来就啊，所以呢，台湾就对啦，诶，货船嘛拢受到影响吼，啥物？中营啦、阳明啦，吼，全部拢掉掉了，对啦，全部拢掉了，对啦。那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海军吼，有哪只嘛成立这个联盟的，十外国了，对啦，走一下了，对，走一下啊。但是这个影响是啥货呢？这個、影响吼。就是全世界会运吼，可能因为安尼个要起价啊。哦，伊爱安那走呢？你也无为苏黎世运河出来对，欧洲的对，欧美国家的路线吼，就爱坐偌大人呢，爱坐对非洲的好望角，靠近人才会当倒来。所以物件要带台湾，要靠对啥？靠对好望角的啦，加非常的远啦，对啦。台湾那些船啊嘛，同款，遐货船啊、游轮啊，游到要起价了，对啦。啊，会引起着遮个这连锁的反应了，对。所以，就台湾已经宣布，这个中营啊、阳明海运啊，拢已经宣布已经换新路线，安尼啊行啊吼。啊，你啊行，你就知影，第一是货到的时间就爱先滚啊。几哪礼拜了对啦，减加几哪礼拜吼。第二就是成本优质，所以拢个加非常多，所以物件来起价。是，啊哪呢话吼啊，伫即个货运公司货轮呐，货轮呐吼货。中国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、区块链权威宝博士葛如君等34人跨党派史上最强。我是朱立伦，台湾的未来需要你这一票。大家好，我是沙河陈美雅，三号陈美雅，本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，古山、盐城、前金、新兴、林雅，团结选票，唯一支持三号陈美雅。以上广告由陈美雅服务处提供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长罗秀燕。罗秀燕非常的推荐上优质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四号黄柏麟。1月13日，罗秀燕拜托你到好四号黄柏麟，和高雄更加好。罗秀燕感谢你。以上广告由黄柏麟竞选总部提供。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温泉，现在出发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，打卡整美灯饰，温室超萌水豚，消费满额还可以兑换限量好礼，还有温泉市集、路跑及亲子电影院，一系列疗愈活动等你来体验。详情上网搜寻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。屏东县政府广告。中国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、区块链权威宝博士葛如君等34人跨党派史上最强。我是朱立伦，台湾的未来需要你这一票。我是立法委员林黛华，高雄的高姐林黛华，黛华嫁给高雄，黛华嫁给台湾，黛华全心奉献，黛华想了解乡亲的需求，新台湾爱高雄，支持一号林黛华，一号林黛华，感谢你。以上广告由林黛华服务处提供。我是高雄第六双窟登记第一号立委候选人郭碧鸿，咱只为了保护台湾的民主，帮助年轻人薪水大大的提高，拢会当买厝，这个就拜托您把神圣的一票投给登记第一号的郭碧鸿。高雄第六选区登记第一号郭碧鸿，士林
唯一最好的选择。以上广告由新雄营造郭崇哲提供，台南市东区裕忠路382号。我是一号郭贝宏。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，这次立委选举诚恳推荐4号李博义，左营男子大大小小的建设博义多参与其中，认真推动，拜托大家把最清楚地方需求的李博义送进立法院，1月13号支持4号李博义，谢谢。以上广告由李博义竞选总部提供。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，一切真自在，关心土地咱的爱，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，快乐爱台湾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。现在时间9点整。听众朋友，起花果有用，嘴齿才留会掉。咱白沙湾齿膏果嘴齿花真正有效。我呢啊，40几岁，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，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，用到即卖10几冬来啊，医生阁好检查的时阵，伊讲我嘴齿花是健康的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，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79。在南康庙7945079，感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陈双林黄杰，这届参选到高雄第6选区的立法委员，前进、新兴、林雅、高山、盐埕。黄杰是高雄的查某仔，少年敢冲敢拼，对高雄有热情，对国家有理想。拜托大家1月13日立委支持黄杰，总统支持赖清德，做伙守护台湾。拜托，感谢。各位厝边头尾大家好，我是恁的好厝边立法委员王鼎武，立法委员王定宇。鼎武啊，本人亲自伫遮向你拜托，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，拜托支持赖清德王鼎武。总统支持咱的老市长赖清德，立法委员支持长久甲大家做伙好心乐王鼎武。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，立委拜托支持王鼎武，守护咱的台湾，建设咱的台南，服务人民。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，立委拜托支持王鼎武。进党票集中投予民进党，王鼎武本人在这跟你拜托，跟你恳求，拜托，拜托。台湾，台湾，不怕困难，台湾，初心勇敢，信赖台湾，为爱，台湾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，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，就是咱屏东啊李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《兄弟船》。
灯笼，飘来一起天涯海角无时停。托海人尊出尊立，空坎多是命，愿意风雨拼多大。踮在日头也着行，古写在海上生活节的风光的歌声，兄弟高那是海洋游，爽快呀飘浪的游南，春雷声一声一声，外挂的小雨出声，海鸟声飞来飞去，划船到顶行，管伊头风阴偌大，也不算寒也着惊。小酒是我的乱转，随时变开希望啊，将家的含着抓鱼哟，万载啊飘浪的呀灯笼飘来一起，天涯海角无时停，出海人尊出尊入，空坎多是命，愿意风雨拼多大，炎热日头也着行，我写在海上生活节的风光的歌声，勇气高那是海洋流，爽快呀飘浪的流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这个电话是咱上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。来，咱今天去拜年，来到咱啊，这个播音室内底吼，依然是咱台南市公民必考前的王建明教授，咱继续请吼。是啊，这个2024年的这个咱台湾选举吼，但是你也知影2024那是全世界上重要的选举吼，但是大部分的国家真侪国家就对啦，吼，包括这个台湾吼。啊，这个墨西哥啦、印度啦、南非啦、欧洲的议会咧，全世界上大的选举吼，欧洲议会吼，啊个这个美国，拢是伫美国，伫数年来举行大选，咱是年初，但是美国是年底，讲历史的年底吼，所以伫有全球了，对，有几啊十亿人，几啊十亿个人了，对，差不多要将近三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数参来这个来投票，当然啦，中国这个国家是当靠掉了，但是呢，发现了，这世界组织发现讲吼，这个
在2024年就对了，大量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对了，的人就对了，介入全世界的大选，要来破坏这个民主体系的这个选举就对了，啊，这是非常的明确就对了，就是讲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名册就对了，名册这个公司吼，这个叫什么叫 Meta 吼，这个公司叫做 Meta 吼，伊介入调查了发现吼，真侪假账号的背后拢是中国人来使用啦，爱是惯用假做美国人，啊假做美国人的名含这个相片，啊拢是中国人来操作的，大量的就对了，啊伊拿啦，因直接无平常时啊直接 copy 起来美国的政治界的人士的文章，主题吼。啊，各种咧主题拢打，伊拢打了对，伊就 copy 伊咧啦。那你发三回，我就发三回，安尼对咧发了对。起这个账号，起这个美国人的账号了对，起足多。啊，因讲因伫目前了对啦，吼、哦，最近过来关掉5000的这个假账号了对啦，吼、哦，这个账号了对，未使含其他人接受，含这个接受了对。虽然看起来是华人咧用的，但是其实拢是假的了对啦。啊，因来表示讲了对啦，这个。这个部分哦，介入这个民主信赖就对啦。啊，伊尤其是用啥物咧？用 AI 来生成这个假的这个讯息，含假影像，或者是假影片，等等的就对啦。来对这个民主国家就对啦，介入伊的选举就对啦。啊，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活动就对啦，吼，拢是背后拢是俄罗斯和中国啦，拢是来自这两个国家就对啦。啊，当然嘛，包括伊朗啊，等等的这些北韩这些国家，但是主要还是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，而且伊影响的不是台湾吼，是影响全世界，你去介入全世界的选举就对啦。伊讲，比如讲，伫美国的情报网来指出就对啦。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就对了，拢啊个古巴就对了，好、哦，伫隔壁的古巴了，拢掠到2022年伫美国的集中选举就对了，介入因的选举，这个假账号，吼、哦，来制造假消息的这账号了，对，拢有掠到就对了。啊，因哦，因为即卖当设深度的伪装的，对，是用 AI， 好、哦，迄个假的主播，好、哦，等等的，对，来做出假的新闻，然后来发散的，对。啊，而且因的议题的，对啦，愈来愈多元，好、哦，不是干那一般的政治新闻，无，是个社会新闻，等等的拢有了，对啦，介各种新闻拢有，只要。是伊看袂爽的对手，歹互伊调的对手，伊就会放假消息，伊会放假消息的，就安尼，甲伊影响伊的选举就对啦。好，啊，这是这个外国的这个上新的这个报道就对啦。因来这个各单位吼，这研究资讯的这个欧美国家的单位吼，这个来指出就对啦，包括 Meta 这个公司。Facebook 的这名车公司就对了，拢来指出，因为安全部门拢来指出着，目前的现象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上侪因掠着假账号拢是因，吼、啊，这个 YT 吼、哦、的这个看影片的这个 YT 吼、哦，嘛是安尼指出的对了，那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假账号了，就几乎拢是因的，啊，介入大选，你也当看出，啊，结果另外一个物件了吼。你唔免讲啦，伊内底全部拢是安那，拢是中国俄罗斯控制，就是抖音啦、啊，哦，就是抖音了对啦，伊内底几乎就对啦，因为伊的这个载体就是这个抖音这个物件，这个公司本地就是中国来创立的就对啦，爱用真短这个短影音就对啦，真侪人去检讨了对啦，哦，大量的散发了对啦，啊，你也知影吼，一个。台湾的一条新闻吼，假新闻吼，伫抖音顶头吼，诶，点阅次数凊彩拢是5000万起跳，是，这边还没变，5000万，你想台湾2000多万人俩，就是凊彩拢5000万，5000万就表示啥货？有台湾的人哦，一个人看两届啊，拢是看两届，当然不是烂嘛，一个人看两届，那平均数一下呢，所以其实是影响少年人，影响非常非常的大，啊，所以这个中国介大选的这个状况、啊，所以你讲伊到底即马剩两礼拜的时阵，剩十天的时阵会介入咱的大选？当然，十天一杯，一杯，但是呢？中国有偌侪协力者，以前登记所来赞助的协力者伫台湾，
咧活动。我比一个来讲，比如讲吴国昌进前伫面册顶头，讲伊咧即个话声了着，话讲啊，咱这这讲甲咱岛内了，讲咱真善，咱阿伯真善了着，林将军真善啊，那个着，岛内了着，哇，讲了安尼，讲几百万呐，吼，几百万入来啦，五百万啊，我这边，哦，系啊，我做着着，连续一下啊，嘛咧好，所以请起来了着，啊，黄国昌个大出头，伊个迄个迄个。曲线图就是当时官话最，当时官话最，迄个图了对，给大家看看哦，安尼高调不断了对啦。但我是看到迄个图，内行人就知影啊，这个图内一定有问题。嗯，啊、当然咱抓袂到，吼，因为我都金流的政府，是就是协力者，他会协力者来、来合法的捐款，甲你入卡。嗯，是哪我看得出来呢？咱来讲吼，咱那一个节目两点钟，啊，咱就要叫大家来捐钱。一般来管的是安那，是那条线是安尼，慢慢啊，慢慢啊起，哗哗哗哗起，高调啊，差不多是一个曲线了的，安尼慢慢管，慢慢管，慢慢管，讲一点钟安尼管偌济，偌济，偌济，安尼管，管到尾啊结束落落去安尼，这条线应该是安尼，但是伊的线是安那呢？比如讲，每20分钟啊，30分钟都一波高调，啊，就落落去，都无人管啊。20分钟后，佫一堆人管，啊，拢同时管了的，啊，就落去啊。啊，你比如讲两点钟的节目可能有四届哦，歌风四批了的，啊，这你想到的是啥会？安排，安排嘛，对，我讲嘛，哎，迄、那个五号中队，五号中队同学吼，大家有注意的，有收到，有思维化，就我收到，好，啊，大家都开始录录，好，结束，五号部队结束，好，换三号部队起哩，好，啊，都结束，这是不是就是安尼？是，哦，那咱合理的怀疑，其实这用。详细来判断，哦嗯，就是有经过安排的捐款，嗯，啊，但是实际上真正是抓不到啦，你无法度抓到吼，因为第一是因为金流，啊，伊的信用卡可能嘛拢台湾的，啊，现在拢台湾的真简单，因为一般人知影讲这个政治现金的捐款的对唔是安尼捐款的啦。咱虽然也毋捌送过去，毋知影讲吼，收政治现金送块多是难送，难送。是啊，事实无啦，无可能伫你几间中收一堆钱。无啦。啊，那安尼纯粹是当个化身，大家呐算中气，因贪啊几世人，难免伫遐咧办迄个演讲会，伫遐咧化到，化到迄个有声，化到无声，有暖，化到无暖。是，迄是古早时代啦，起码外国人安尼啊啦，尤其你夸张是什么东西啦？特高超刚讲的，迄是啥物人啊？你是什么东西啦？安尼 啊，所以你要看，下当快速讲，中国的透过协力建立台湾的这个卡路，已经是真有路啊！吼，啊，伊安那咧，伊所有的主题拢介入，吼，拢介入不着，就是伊嘛袂针对啥物，干那针对啥物通毒啦，即个无只咯，无只咯，那安尼害死啊，就对啦，啊，伊哩。伊因为持大量的协力加了了呢，了伊就选举前伊就交代，互你家己去表现。以前吼，诶选举时安尼经验时安尼，伊拢会安那，像韩国瑜一届，伊就微头持甲尾，哦看得出来嘛吼。韩国瑜微头甲持甲尾到三行阿尾就对，你看数字拢足悬，我拢惊死人诶，做就对啦。啊了呢，结果韩国瑜煞死一个歹看，啊中国人发现讲搞咧，安尼敢那像诶，伊有咧反省，但是伊毋知影要怎算。所以呢，中国就甲坑咧。结果发生什么代志呢？顶一届关系怎么选举？中国伫前一个月因为家己国内出代志，所以伊就无开力通去插台湾的选举，伊就手揪倒来。啊，揪倒来了，要说台湾的协力者了对啦，伫各地方了对啦，倒三港安尼操作了，哇，成果是非常的不得了啦。说快快！我唔用，我咱手无春雨，无出来改就对啦。无伊弄来啊啦，时间到，弄出来做算了。出来当，吼、哦，坚决反对台独出来吼，就开大啦，大啦，就啦计算了，就去加咧好客电脑卖。发现讲电脑卖，哎，改无了了。发现讲，哎呦，我、哦、好客真好呢，算了真赞就对啦。所以伊就知影讲，前一个月手啊揪得来，所以即届吼，赶快伊进前了咧，为了。咱看到李登辉破了了，伊就抢救得来啊！因为我拢甲因讲了啊，该安怎做，恁就去做，好好啊做，好好啊做就对啦。恁就好好啊去做，了了了，你即摆看到所有这卡车的，你做的工课呢，拢是变成无同的协力，正的无同的组织内底，你开始运作，你运作了啊，够好，真有效啊！伊主要拢在做啥物假消息就对啦。因主要散布的讯息是啥货呢？我甲大家报告。是第一个就是叫做蓝绿一样烂。哦。
男女一样烂、啊这个在男女一样烂的这个议题顶头爱安那操作，我卡上小马仔啊，那是只是瓜动，嗯，是不是就变男女一样烂？嗯 嗯, 嗯，啊，你是不是乱？哦，都来乱。是，伊唔是要学虾米拿呀？你啊，伊唔是要学虾米白动算哦？哦，伊在那边动算，但是和你讲男女一样烂，对政治亚身，嗯，厌恶政治，少年人讲啊，那政治拢安尼啦，阿伯上趣味啦，吼哦。哦对政治安那亚神，干嘛讲啊？民主嘛，不可是安尼尔，吼，和、哦、你对上个民主失去信心，嗯，好、哦，干嘛讲啊？民主嘛是安尼。第二个散布的物件是啥个呢？民进党贪污腐败，是，好、哦，贪污腐败，是不是？白白布你啊乌，无唔对，你啊看国民党大纲是八十八千，光电利益，结果你啊看，你看。冰河开就对了啦，台湾总是民主国家、有法治的国家，你把冰河开八十八案是不是已经侦结起诉啊？嗯，好、哦，已经明年就要三月四月就要一审就要判了呀、哦。你给我介绍一下，内底多少民进党的？是，全部拢恁国民党的。嗯，而且个大旗跳啊卡。嗯嗯，啊，你讲八十八千是这个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讲个背着背景的利益啊！哎，背着背景的对象向亏钱，这个贵在金钱向亏钱的人哎，不是去亏钱哎，以前捌做过民进党的这个地方党部的财务长，这部分对，这是属实，但是你也知影，是这个事件对红亏钱的是伊呢，不是伊人亏钱呢，你爸爸哎，伊竟然当安尼套过这个媒体，套过协议者，安尼硬甲你洗，硬甲你洗，硬甲你洗。把你洗到哪洗到洗到哪哪变是你是明明都抓到了，但是大家也是你敢问哪个也是说是你就是你啦、就是国民进党啦，贪污腐败啦，说到那个含议长的选举都有关系，我说哦，这么厉害就对了。好，没了了了，光电案也一样，没不对，哪个这个都有光电，含哪个这个有色的人都有开光电的这个能源公司、啊、我说的很简单嘛，那总之是一个未来真会赚钱的事业，你离开政治，你敢会去投资？你当然会去投资嘛。嗯，你含好友义讲的，投资的拢正常嘞。我是合法投资有纳税，扣了啊，你就会使，别人就袂使，别、人就袂使纳税就对了。单位有纳税就袂使投资就对了。啊，人也无咧做政治人物啦，人已经退休啊，你讲赖清德，人就无咧做啊。嗯，啊，以前也袂当投资。是，你就是讲合法投资，但是你卖违法，但是真歹势，甲大家报告。光电咱即马抓到的出代志的回扣的，全部拢是国民党诶，是，包含啥物人？包含婚姻的迄个一定，哦，黄秀啊，国民党诶，人收回扣，黄抓到。第二个啥物会？新闻有报道过，李专搞有几十间公司是含光电站有关系，而且进前即、這个。国家地理杂志冠军的那张相片是一个废弃的光电案的会场，那场是什么人做的？就是李专搞的公司去做的，违法去做这个光电厂，叫台湾市政府撤销，至少把退掉，把撤销就对了。你搞讲这什么党的？对，就是因搞降息，搞金马拢要安尼讲哦，拢安尼给你拍就对了。啊，这是啥话？这是中国上希望看到的，就是讲这是一条新闻。了了，我就昨看到邓小平咧讲迄个吼，民进党拢介入这个媒体了，对啊，规个媒体拢是铺天盖地拢捏的啦，我叫要笑出来啦，我叫要笑出来，我就讲，哎、欸，啊媒体拢哪呀？当时拢捏的，嗯，明明民进党较挺民进党了，干啦三明治，干啦三间俩，其他台湾有几十间全部拢捏的，嗯，啊叫你讲，你个直接做当署长，你个啊是当署长哦，要签名签满欢喜噶，但你知影，伊股份占偌济咧？27%呢，三分之一呢，三分之一。这当署长，我即马辞掉，签名辞掉了了吼，算了了无掉。伊敢每个变当署长？哎呀，嘛是个当署长啊，一个当署长去开两个起嚟啊，个道理啊。你买金银，你唔讲我股票谁家卖掉，明仔日谁家总卖掉，我摆介入，好无嘛？我辞当署长，含总经理靠啥咧？大家拢知啊，股东你上大啦，坐咧当时会坐咧开会的时阵吼，无人敢含你讲话啦，上卡含你讲，哇，甲大家真笑的就对啦。啊，这就是台湾人选举，你是讲无是非啦，这个是非的代志就对，透过因的协力，这不带一再宣传、洗脑、宣传、洗脑，搞尾啊呐，白白暴龙脸啊乌啦，拢变成是
拢变成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这是啥物问题？嗯，这问题够大，真大。未来民众啦，真正动算的时阵哦，这物件一定爱处理。但是我相信，赖清德一定要是要处理这个问题。嗯，无伊袂不分区的第一名的查甫的，用的是沈柏阳，是，就是专台湾对这个物件研究吼。上界连啊深的前五个了，对啦，其中一个就是沈柏阳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伊里面是代表什么会？保险行业一定，嘿，你确定要来安那？要来清除这个中国白下的台湾啊？每当个好样，你继续了，对，用法律，用其他的手法来安那，来个阻止中国白下的台湾的蹭啊？好，看这个协议价值的值得问出来，我你知影，我伊人其实已经无高的哦。伊其实唔知影，伊是咧协力者，咧帮中国做工课哦。伊真正唔知哦，历史内底有真侪是安尼哦。伊真正唔知，但是伊就无形中来咧帮你做工课啊。嗯，哦，所以这物件真恐怖，中国就是安尼哦。比如讲，伊透过第三者来甲钱送你来互你，啊，你公司就去接到这个案，哦，啊，你就去接你去做，但是你唔知影啥货，你唔知影你已经咧帮你做工课啊。有时当下你唔知啊。所以哎呀，那这个租金的来源爱在顶头了，给断掉了，对吧？嗯。啊，所以我爱透过代理人发顶顶的这个法律的，嗯，来给安那，给你自我曝光，或者钱的来源爱曝光了，对，爱好看的，嗯，安尼就对了，开当来有效一定程度，我多20%有效有一定的程度来动中国的这个概念。嗯，台湾不只是选举，台湾的社会是。那台湾的社会一概念上深的，其实是黑道，嗯，其实是黑道吼。啊，伊安那，伊手头这届的大选，佮有甚物物是中国卡了？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佮继续加。嗯。啊，听众朋友做较深入的分析了，对。你，就是讲，伊其实有真多的工课了。你即马看这议题吼，其实拢是中国。比如讲，你甲看这届，诶，这个。连总统的辩论会哦，副总统的辩论会内底，连对手国民党讲出来的物件，就是中国的假消息。比如讲第一个，伊讲啥呢？好友伊是咪讲着，哈，台湾什么呢？有啥物呢？在啥物揣无翁，伊就着要支持这个一个法，这个货贸胡贸哦。伊讲啥呢？台湾因为安尼哦，要安那，要进几万的这个印度的移工了，对吧？你话台湾，何里拢无工课啊？十万人，去年总统的候选人，佮提这个假消息出来讲，这是为倒出来的消息，大家听下你就知啊。这个物件是为中国的网站和中国的网络造出来的，转过来变台湾的中国时报改造出来，这是你假消息。是不是中国制造的假消息？是，无唔对，5%，就是中国做的假消息。但是呢，总统的候选人竟然提出来，做政见发表会的使用，你看发现有恐怖吗？有要求吗？所以你就知影嘛，是啊，中国的计算不是直接把你计算是用那样的方法。第三个嘛，一定要用假的消息。是啊，吼、哦，你一定要用假的消息底下咧迄落啊，所以我大概看第三个原来吼、哦、表现真好，我看伊辩论表现真好，但是后壁趴拢会落差，头前好，敢那想要出派啊，出向后壁加起来的物件拢会落差，嗯，就是拢要含中国斗坑，嗯，哦、就是啊，我讲了啥物，啊，讲了真好，了后壁就要讲中国，要斗坑了，要让中国斗坑了，对，啊，就是安尼咧下下对，啊，伊就是整个声声口口声声拢为着中国啊，拢为着中国要来做行规啦，嗯，啊，这哦，尤其是使用假资料、假消息这的对，诶，寡动嘛，很快，是啊，哦，即这本人，我人感觉讲吼。非常的恶心的所在的对呢，你比如讲拄只咧所记的一寡假消息吼，比如讲印度，印度西啦，啊有用鸡卵啦吼，啊用什么的鱼龙虾，这种定心鬼啊，这种定心鬼啊，结果伊嘛是一直在讲，尤其是鸡卵这上含啦，提出来咧讲，鸡卵这代志上含啦，啊人了你也对啦，啊嘛拢定心啊，啊嘛拢讲完啊。啊！你个调高伊提出来讲，咱就三讲，这种人就是恶疾，系，这种人就是恶疾，恶疾加什么程度，我唔知道，想无啦。但是咱就咱讲，伊个心态是笨死啦。你澄清过嘅物件，你若认为讲无属实，你去查证嘛。查证了后，先你就忙个再讲，唔是你个证件会个提出来讲，啊，这唔是恶疾，唔是笨死，唔是啥。鸡卵这条是上严重嘅啦，吼。啊，你鸡卵这条是
有掠到吼，有掠到吼，有掠到，有掠到什么人啊？主播主任有个国民党这边人，国民党诶，啊，而且你政策话，而且迄个人个有其中个有一个是以前是迄个什么人啊？是张英美，伊内底种迄个小编，内底做啥写文章的歌手。那个整个就是中国的概念嘛，的介绍是嘛，就是你搞这样子，拢要跟你讲。啊，以前那边用啊，建良，伊即马就是会当讲偌济白菜，骗偌济人，中偌济嘛。伊即马就是安尼啦，就是我头先讲的，哇，四个拢讲成哇，伊安那因有大量的协力者，你知影无？有真侪协力者你来协助了对啦。你只要有咧看媒体声量，你带人看了，大家是，大家说明啦。好，非常感谢啦吼！啊，咱时间的关系，咱先来个进一段广告，咱稍等人再去登来现场哦。啊，非常感谢咱建来用知识多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。今麦是广告时间呐，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了，对，许多专家产品了，对哈。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，许多专这边好像是二十几档啊哦，用心许多，好来个注意一下，真正好的产品，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，因为咱人的人体了对啦，够做了对。白天一定会差不多离开了，所以雄狮多，什么人叫好，十分好，也是赶快叫好。所以狮多山是非常值得咱雄狮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。因为咱人的身体哦，吃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，拢唔知是好阿歹，唔知有杂质无，拢唔知。所以接落去了，当咱讲报纸那报啊，哦。要求啊，什么人做这个要求有咧红价？啊，农药、植物，这些农药，这些不应该叫到巴肚来一作数，那拢唔猜，叫到是巴肚来。所以就最近停止哈，你根本当不注意嘛，身体不调理嘛。所以有人有的人哦，干嘛讲？哎、欸，我都四五十岁了，我现在治着高血压，现在治着糖尿病，哦，啊，现在机能我肿瘤。真侪问题拢产生，甚至心也无好，拢许多，这拢是体质老化。啊，啥体质老化？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。这样哦，这真正哦，体质老化有影了吼，安尼吼。所以拢许多更加注重，比如人就对了吼。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？心灵才是爱顺数。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，中间都是心灵在下不顺啦，过乱呢，乱呢就对，机能会乱。啊，乱了以后，慢慢一项注意，注意的机能，一开始就退化。啊，退化了后就，咱人辛苦白听，你就代表个呀。所以变那好，咱这人的身体，心灵在下会顺舒，会细胞的活性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对。但现在公司许多山一旦自高价，咱路线比如大概拍电话礼拜，上辈拢有给咱讲啊，那你敢知？讲哦，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后，对啦，迄皮肤继续水，体力继续有，精神继续好，从详细话，迄个心情代谢顺舒，皮肤那太水啊，那没顺舒，皮肤不可能水，咱公司许多是安尼。我做人人看这个病呢，病那是有更强，我这人身体就用；病那是暗淡，面色不好，这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，对。真清楚就是安尼了，对。虽然进来用许多啊，咱许多山，好好那个利用最早啊，不就是去收财了，对吼。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，对。我的抵抗力一强，体态也好，哦，而且慢慢啊，运作正常。你若已经乱的人吼，那吃一段时间过了，慢慢，也调整得上啊，对，调整得上啊，吼，以许多山这为主吼，有那个手骨头，因为骨头咱就知影吼，来训练啊，这是顶骨空啊，老骨皮骨用那玩意儿，骨头吼，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，对啦，骨头是会怕的呢，你走路会疼呢，足侪人走路会疼呢，别堪么行呢，别堪么徛呢，别堪么拗呢，安尼啊。啊，老大人啊，吼，那骨头啊，怕去了啊，就容易破，容易坏掉，坏掉的中间也破的掉，所以这真重要，能够锁
做保养哈，我你介绍，能够守护你了了。这金明的第二代，金明的第二代是美华教育集团哈，重新研发的了了。哎，经过啥？经过这个无温度，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，一升温开关，所以佫无这种热工厂啊，热工的电工啊。你做过程中间哦，气温也降低，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的工程，包括的温度点下以下，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。以及叶黄素、叶米黄素这种物件，伊的气温会保持较悬。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。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，第二代气温较悬，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。对不对？这是米巴教育团的团队去研发出来了，对。所以别人吃，咱来吃，成分较好的、较贵的，建立平的第二代，好、哦、感谢哈。喜、哦、乐通过等啊，等下特别要过用，未使有先死咯，未咱未使有先死咯。喜乐通过等做好用，就无唔对了哈。我报喜乐枪会议，这个会议按无目，我在这里讲，大家不跟你讲了，对。会议在咱的会议的流通，包括中联会的会议，到底有流通无流通，我嘛唔知啊。但是我特工我做咧吃，哎呀，你一两粒尔嘛，啊暗时两粒，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，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。啊，互你保持这个会议的流通，会迅速，未叫落去，较未差的。他的心中如何不好，他就吃力，啊，他是闹啊吃力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存款会迅速，这嘛真重要哈。一六千，我报一六千，保存给他们说朋友一项呢，要不算，要不算，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啊，拍电话过来，甲伊叫保存给这个服用吼，胃红素，胃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，从细个见在准备个，目睭会涩，头壳会咱晕晕晕晕，规工感觉晕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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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贫血咯。除了你感冒啦，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，哦爱烧啦，种种啦。啊，你若不烧，也无流鼻水，可能不时就规工就当，那么头壳拢未爽快、未清彩，伊就行啊，那对。啊，无什么病哦，无感冒讲我倒无安那哦，可能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，有可能是会不高，欠袂贫血。所以红细胞那是有遮竞争的人，只要你贫血的人，你食血红素就简单了对，早含能量。想给下到时啊，搁食一顿了，安尼尔。所以这是真简单，可能会当回，会当有补充起来，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。会安说，感谢哈，有点我不了解，你做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来今天去拜年呢，来个咱节目现场，赶快是咱台南市公民地库吼，就领导吴建良教授来咱结束请。哎，是，头我如果聊第一话，其实就是啊，比如讲我比一个的，比如讲领导的旅游，这上简单吼，领导旅游啊来去中国收万里，吼，但是呢，按照第一话的，你爱公布。其他无搞一项出来，哦，你定爱讲，你若无讲，安尼就袂使，哦，好，上简单就是安尼，是，这大家就听我吼，你讲是哪里干那万里呢？嗯，即嘛是爱说话，甲你调查，你我必须恐怖啊啦，哦，第一句话是甲你讲，你爱主动，嗯，下出来，嗯，这万里块，然后了其实是三万，吼，咱有万八是。福建省政府来给咱赞助，安尼你来写出来，那不你就违法，好、嗯哦，你违法，而且上简单呢，安尼就安那，好，大家当看，啊，你也当决定，我唔是跟你讲你袂当去，你家己来判断你敢袂去，嗯，这是唔是中国概念？真、简单就是安尼就对了，或者是比如讲，啊、哦，我的这个以中国袂晓讲啦，讲咩福建省政府赞助，咩一定写叉叉。旅行社赞助，嗯，好、哦，安尼咱是就知影啊，这种旅行社有提
啊，只有落下这钱都会来，你也都继续的，你就你个对啊嘛，你甲看的条条线嘛，无你也无呢，你都唔知系都会来。啊，所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就对了，到底有什么款就对了。第一上简单就是军事的威胁，军事威胁大家拢知啊，飞机大家拢飞，飞弹甲你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物件是不是会当处理？真简单，无国民党会当处理，你就正水感加做回家，飞弹加买挂就对了，吼、哦。战斗机加买挂，吼、哦，该有的武器就对，没有讲，两面惊，吼，两面惊，军事就是安尼嘛。第二面也是安那，是网络的攻击，网络大家拢知影，网络是安那，网络是中国的骇客就对，会当讲世界一流的啦，全世界拢赶快受到因的威胁、所以这来安那做，这就是咱的治安。爱安那，治安就对了，资讯安全吼，爱安那爱封闭啦。爱有爱够强好啊多啦，爱重视这个物件啦。啊，第三个就是统战的工作，统战对台湾统战，统战就是安那，比如讲接待你的旅长、民间团体、庙宇去中国来佚佗，甲你宣传讲两岸一家亲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款什么人咧宣传两岸一家亲？搞咧选总统的人咧在宣传两岸一家亲咧、啊，你唔会感觉真恐怖？伊咧在斗统战咧，吼、哦，伊在咧宣传两岸一家亲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工会。你比如讲，立法委员啦、啊、民意代表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交代你去，你看台湾有偌侪议员拢去中国交受因的交代，啊，因的交代就真侪真侪。孤儿是必死的，你叫他们造出来。比如讲来交代吼，花名册吼，录音带的有啊，就讲讲，安尼啊，你嘿，你该送回啊吼，啊你无管到啥工去嘞吼，你有晓得的看旁吼，这就是安那通证的看款，有白有黑的吼，各种的拢有了对啦。过来就是外交，外交就真简单嘛，大家拢看得到嘛，直接给你登高嘛，哦，给你登高嘛，啊，或者是安那，和全世界一带一路嘛，吼、哦，和你讲安那，和你讲啊，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，叫你爱讲，哦，叫你爱讲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叫你爱国家就爱出来讲就对啦，啊，这个物件就对啦，啊，第五个是经济啦，吼、哦，经济啊，经济你较麻烦是安那，是因为。因此，经济较歹啊，所以要用经济来含台湾争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较困难啊。你比方，比如讲，敢买龟子啦，吼、哦，敢买沙白鱼啦，这种用货啊嘛，啊，但系拢无效啊。起码台湾人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人买了便宜啊，拢好笑啊。你话买拢骗人的，对啦。啊，所以经济吼嘛，对咱较无法多有效啊，较无遐有效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但是也当透过外国施压，可以对台湾的贸易的迄种东西就对啦。那我这个选举内底，伫证监会内底，伊毛讲着讲啊，你甲看，咱嘛是，你讲无爱一克法，啊，你嘛台湾嘛是，啊那哦，有百分之二十几啊，三十几对中国的经济的往来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我讲加算了，全部你看，你讲你民进党无爱，你嘛是有啊。但是其实我前提讲啊真清楚，歹势，这个数字百分之二三十是中国依赖台湾，不是咱依赖中国。那是什么物件？你知道？也是。那是，比如讲，有一寡较 low end、较低阶的晶片，在台湾买，珍珠产品这物件，这是什么人依赖什么人？是，是中国依赖人呢？你嘛拜托的，你也分得清楚了对啦，无讲的了对啦。啊，这个上惨的部分是啥货？上惨的部分是这个舆论战啊。就是咱讲的认知作战，是这条吼一旦讲了对啦，台湾上惨上惨的了对，你这条，你看这个选举表露无遗，规个呢拢暴露出来，台湾的这个顶头做了非常非常的歹，所以了对，金狗红世纪，这里底包含什么？舆论战，那、就是认知作战，那、就是舆论嘛，舆论是媒体有关系嘛，所以媒体是哪位？包括电视报纸。广公报啊，搁即个网络媒体，顶顶的这个对啦，即、這个认知作战对，是台湾会当讲上惨的对啦。那是因为一方面的对啦，你强调我是民主的政党，所以我袂使限制言论的自由，拢用这个物件做啥？做护身符，全部物件拢会使的对，所以的对啦，不设防的对啦，完全的对啦啊，所以它也变成吼，一开始因是买。开钱啊！台湾买报纸、买媒体、买电台，吼、哦，拢来买去就对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即马已经改做啥嘞？买粉砖，做社群的平台，配合骇客假消息新闻来放上。是哦，整个拢含以前无同。以前上早是安尼用买，我记得好五六当前有啥物呢？比如讲，有某一个
绿色的电台，嗯，绿色的吼，咱卖讲什么电台名吼，绿色的人保的电台吼，内底呢，伊就甲你中岛套中岛吼，买半点钟，是，诶新诶这个诶这个诶这个小器官，嗯，啊做啥货呢？做台湾青年伫中国，是，拍拼奋斗的故事，嗯。三十分钟，嗯，啊，即个少年人拢讲台语，讲啊，我即卖伫即个厦门，吼、哦，我直接过得真好、嗯，啊，我原来吼、哦、有一个空姐的梦想，吼、哦，啊，空姐你也知影，即足竞争的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就去安那，我就去即、這个去即个中国航空公司，嗯嗯，吼、哦，挑战即个空姐了，对，吼、哦，我得到真大的成功了，对，我即卖人住伫上海，吼、嗯，安那安那，一个月赚偌济安尼对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真成功了，对啦，嗯，哦，但是我坚持我是台湾来的，吼、哦，我是台湾来的空姐，吼、哦，伫中国咧服务安尼了，对、嗯，我过得真好，但系拢是一种物件，你、嗯、听起来无害了，对，但是你来讲，这叫做啥物？这叫中国梦啊，是。哦，好！你少年人有一个中国梦，你未来希望中国啦，对啦，你中国你找到，对，你找到中国梦啊！你那以另外一个角度个看就对了啦，以咱这种好乖未起，好老未起，咱就个讲哼，啊，原来中国无爱粪扫，底下我做人做空服员，嘿嘿嘿，嘛唔知啦，原来咱台湾无爱粪扫，你去到中国一旦做空服员，啊，用中国的用空服员嘛做青菜呢，嘿，咱台湾不是假呢，伊就是真简单嘛，伊就是用安尼方。换的对啦，安尼编织中国梦啊，这是以前的手法，所以就买时段，起码靠我安尼做，起码无，起码我头下讲，伊买网站，买粉砖，啊，为你可以买去，你阿个唔知，你可以买，上吊还是安那，你可以买去，你阿个唔知啦。比如讲，我是一个做这个美食节目的这个这个 YT 了对啦，你拍一寡假，台湾都会好假赞啊赞啊赞啊，这好假这了对啦。啊，有一天呢。有一个这个食品公司来给我赞助，食品公司说，哦，啊，你这粉砖袂歹，你当我给你赞助就对了，安尼啦，安尼当，嘿，还是饮料公司吼，咱是不是？你那里有好食物件，你试下下，咱给我饮料放边啊，哦，啊，广告下，我一个月安尼3万好哩，哦，你讲赞啦，哦，我这安尼小小的跟他500人按赞以下来给我赞助，你个退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退到我们掉。嘛不唔对啊，人要来恁岛内，好、哦，无我做这边哇，吼、哦、3万，按、啊、个来饲一单过了了。伊甲你讲，岛内是啥意思？岛内就是甲你关啦，甲你赞助啦，甲你赞助啦，甲 你一个月3万安尼固定，安尼你拍片时，我饮料我放咧顶头安尼对啊，我介绍者对啦，我提出来介绍者安尼，一单过啊，赞助商来讲，啊，这最近吼、哦，我有那吼真歹迄落呢，尿尿吼，迄个猫咪猫咪什么饮料吼、哦，吼，哎、哦，什么猫咪饮料安尼出代志了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迄落假消息嘛，吼、嗯，猫、哦、咪饮料啊那啊，迄落嘿吼，听讲伊的身份内底吼，其实有魔鬼伫内底啊，是有啥物会内底了，你可以假消息讲，啊，你都，哦，这安尼真正唔真嗨呢，吼、嗯，啊那，吼、哦，你听到你就真愤慨啊，你吼、哦、我出不来啊，讲，吼、哦、就开始啊讲，就是啥这个假消息。就出去啊！嗯，但是你敢知影讲你咧替做行规？是，唔知啊！你想这真诶啊？你看，即有报道伫遮，海峡通讯即有报料看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饮料安尼真恐怖安尼样对啦。吼、哦，消费即个饮料消费中国安尼后来了，我有掺什么成分伫内底？哦，你又开始再无就骂落去啊，骂落去了就对啦。啊，一个骂你发现，我唔是干啦，我骂你咧，伊咧嘛咧，猫咪人嘛咧骂咧，这真诶啊，我那是假，啊，你又倒霉。到没了的，我啊，台湾然后了的有一寡人协力，国民党就出来讲啥话？哎呀，民进党的是安未价值啦，拢系咱食毒啦。嗯，哦，民进党当选，咱就食毒啦。嗯，啊，就安尼讲，啊，是不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拢来配合？是。但你感觉伊是中国的？哎，无呢？那有那就话啊，你大行都模仿，伊就安尼来讲，啊，你大行都模仿，是不是？我即马讲的这套完全就是。因为我表现出来的东西，是啊，100%就是，你是讲，你讲我嘛知影，迄个是中国嘛？你讲我讲唔是中国，就是中国。我同你讲，就是中国。嗯，李小光讲的所有话，就是中国上面讲的话，但是伊会讲，你家模仿。一开始是无啊，但是我来讲，伊规头壳，规粒头壳啊，规身躯流的血，拢是中国人的血，是，拢是在替中国讲话，但是伊无认为安尼唔对，伊规头壳尾就感觉恁这都台巴子啊。嘿，阮中华的统治是看恁的气，对不？吼、哦，伊的歪头到尾拢是安尼，所以这款人上好势。嗯，爱讲系怎啊媒体，
您的死力较少。是啦，好，非常的感谢啦。今天去建良啊，在我们节目当中讲真多吼，尤其这个中国共会吼，这个假消息啊，拼出来了后呢，一起先吼，弄个伫网络安尼底下咧谈论啊，谈论了后是咱台湾遮一寡红色嘅媒体，啊是讲一寡吼比较吼通派啦、红色嘅啦、亲啦遮个人，会调过伊甲提起来当作新闻咧读。啊，即嘛然后加配合吼、哦、红色嘅媒体，甲提出来做报道。嗯，啊，互咱感受着讲，啊，这都电视新闻报出来啊，啊，这个属实的啊。嗯，但是你若对遮嘅电台诶新闻迄个电视嘅新闻迄个支持嘅话，讲啊，阮伫网络了出来啊，作者即嘛作者即嘛一寡迄个电视咧做新闻诶媒体。媒体是不是一个新闻消息嘛？是做这个网络造出来啊？嘛是有人安尼在使用啊？以前嘛用安尼跟你讲啊？嗯，啊，让人感觉讲你真计分未清啊！啊，你两个，你两个之前的来讲，哎，我就存在 NCC 啦，没啦，哎，你民进党你的是恐怖啊，哎，安尼，大概就是安尼啊，刚是偷的物件而已，唔知你 N 几百出来了，对，好，所以上尾啊，其实就是，所以三月十三号，即嘛有一个足麻烦的物件，就是投票率。嗯、就是讲，咱呐投票率低就对啦，诶，状况下就对了，来比看是哪个投票率低，还是你个投票率低，来决定生死。嗯，咱有两个物件，第一个是，不只是立法院长可能变韩国瑜哦，诶，小孔有可能变咱总统哦。嗯，哦，这个物件嘛已经渐渐有可能性吼、哦，就是讲、嗯啊、两个民调哦，差不多要接近啦吼、哦嗯。所以其实吼、哦，你千万莫想讲稳调诶，莫投票，吼、哦，这会死人诶、嗯，这真正会死人，甲大家报告了对啦。那、嗯、内参诶民调，这真正是未使后边来的对啦吼、啊哦，所以一定还是来投票。那这个明仔吼，明仔开始吼，就是这个全国的这个路口的这个活动要来开始吼。啊，当然热青天北部吼、嗯，啊台南吼，这个有哪每一个所在、每一个区的重要路口，会使七点半到八点半，拢会有立委议员去遐徛。啊，台南市上重要的路口是伫这个中华路含小含这个小东路的这个路口，这个路口吼，多好是四个。候选人，诶，交接的区域，吼、嗯哦，就是这个东区，东区的两个候选人啦，吼、啊，一个王定武吼，啊，一个这个林俊贤吼、嗯，啊，这个过去是永康，永康是林义锦吼，啊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北区，吼、哦，这个陈廷飞吼、嗯，所以这个所在都好四个区，四个候选人、嗯，所以这四个候选人里面猜啊，拢会伫遮，拢会伫遐上最，啊，所以市长会陪四个人徛伫这个路口吼，啊，大家这个请安吼，啊，透早啊，大家请安，啊，为明仔载开始了，对啦。伫不同的路口，啊，明仔载是启启动的第一日，对。是是。我所知影的市长应该是有哪会请假来、嗯、开始来参加复选的工作吼。啊，那个，希望大家会当你若有赢，你就去现场跟加油啦。加油啦吼！啊，个别慢慢入标，你吼翕相，抱住当做抱住迄个粉丝不可处理啦吼。是是是。来，非常感。